指挥官，我接收到格雷格的信号了，看来这个方向没问题，那继续按这个方向找下去吧。罗塞塔，你能联系上其他队员吗？不行，我们队内的还是联系不上。除了刚才堆在门口的构造体残骸，别的陈设都被维护得很好，应该能搜集到不少信息。我确认过了，没有生物存活痕迹。休特罗尔说的孩子们的确不存在，但还有一些我没仔细查探的东西，我有些在意。不行，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可以完整回溯了。我记得外面的大人们说，必须在睡觉前把玩具集中放在这里。不听他们的，我们得把玩具藏起来。零五六教过我们，藏在床板缝里或者枕头里。啊，外面的人来了。快熄灯，别说话了。玩具能藏在床板的缝隙里，等一下，
这里有字。没考虑过这方面。指挥官说你的意识还突然出问题了。还好。你这边有情况吗？长通的名牌上写了孩子的名字，还标注了做检查的日期。给。Your weakness is my choice. There's nowhere to go. Nowhere to hide. 结束了。几条虫子而已。那边还躲着几只，等我处理完再来汇合。好，那我继续找线索。探查一下。可以完整回溯了。灵七已经拿到三个叉了，他害怕金球会被丢去垃圾场。不要说别人，你还没上过课，不知道有多难。换你去，没准当天就要被丢掉。可零五六昨天和我说过，今天就是那一天，从今天开始谁也不会被丢弃了。好，我信零五六。你把玩具藏在哪儿了？藏好了。
在床板缝里。对了，我还帮零五六在医疗机器人里藏了东西。人格数据，我不懂。啊，自动补充了新的信息。休特罗尔可真能折腾，他们也是疯了，非要把这家伙给牵扯进来。再厉害也没用，有人测试了休特罗尔的意识还稳定度，没用。等那个升格者盯上他。他再怎么能打也出不去。果然是升格者，和我想的一样。没事，时间紧急，先收集信息吧。还不能停下，这些信息很重要。你还活着啊？哼，我还挺幸运的，意识还不达标，还能做做杂活狗。像休特罗尔就已经被升格者带走了，搞不好要被融成什么怪物。怪物？不至于吧？那可是帕米什搞出的玩意儿。Bigger picture now? This is my choice. Your weakness is fully exposed. Bigger picture now? There's nowhere to go. Nowhere to hide. This is my choice. Your weakness is fully exposed. Nowhere to go. Nowhere to hide. This is my choice. 你有机会就跑吧，我觉得宁可被清理部队抓到，别变成那样。你说我了，大家都要完蛋了。沈哥成，把那只怪物放出来了。后面一定有休特罗尔留的线索。
只是想救他，我必须救他。可那些孩子呢？谁能救他们？是有点晕，这里是还没探查过的区域。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现在抓不住机会，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总之他已经把我引来研究所深层了，我先继续干仗。他的身体像是被毁掉了半截，跟上去看看吧。继续追下去，是不是就要拉紧你自疑的绳索了？这是当年的研究员。拿孩子做实验，总有一天会出事吧。别假惺惺了，你都收拾过多少废弃实验品了，现在都忽然担心起来了。我，算了，继续干吧，干不完的活。喂，我要去实验间。还要我重复吗？没有权限。
你已经不需要处理什么实验数据了。你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跟那群实验体玩好过家家游戏。零五六在研究所中的行动受限了，是谁在防备他？来这里干什么？新工作，负责来看着电力系统。什么玩笑？你背后飞着的又是什么？你在和谁通讯？没必要废话了。真是想叛变！早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零五六，那些人要把灵机带走。不要哭，听到警铃的时候就行动。先把电力系统毁掉。妈妈，我做到了，师妹也已经睡着了，我可以走了吗？安保系统也解决了。肯定还有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启动前必须把孩子们带出培育区。Shit.
是他，没有什么孩子了，龙儿都是幻觉。怎么会有红潮？对，是幻觉，我的意识海。我把人格数据留下了，你不必担心会忘掉这些，我会叫醒你。